到很多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四面都有服务到。起立蹲下可以吗？没有问题。蹲一下，做半套。就是我每一次表演都希望可以跟粉丝互动啊。那天看到现场蛮多人，所以我很享受舞台的表演，就是投入在音乐里面。我觉得那个现场那个主办单位就是好像安排上有点混乱。就是在看到很多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现场蛮多人的。他好像说舞台有前后，然后有一点不知道要哪边。你那时候上去的时候，有觉得吓一跳吗？前面就有沟通好了。应该是不会怎么样吧？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四面八方都是我们的观众。OK 的，真的，台上台下就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对啊。那就好，那你跟我想的一样。我四面都有服务到。对对对对。所以那时候音乐团下说你有下一个，就是，还好哎。对啊，还是很享受在舞台，一听到音乐自然就会要知道。那个是幸福的啦，因为像我们说音乐来音乐来，我们都没音乐。他一上去，你看，真的，对啊，这歌曲 OK 的，三个月都要检查，重新检查一次。他都有在复健啊什么的，各方面的可以吗？都有，现在身体什么都很灵活，起立蹲下可以吗？没有问题。真的吗？来，现场表演一下，做半套，你这样做半套，起不来，你怕你下去起不来是？我会扶你。